公元20世纪70年代，一个巨大的史前部落遗迹在中国南方的余姚河姆渡重见天日。数不清的穿越千年的物证告诉世人，7000多年以前，这里已经有人在种植稻谷、驯养家畜、营造房屋、雕琢器物，而他们的奇思妙想与坎坷人生同样曾经真实的存在。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孤独的可怕，我很后悔自己当初的冲动想法和鲁莽行为。在我设计的新房子倒掉之后，我被赶出了自己的部落。温暖的火光照亮那些熟悉的面孔，让何感到更加孤独。由于他异想天开的失败设计，现在的他早已不是众人眼中的英雄，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我很饿，也很疲惫，夜里捕不到鱼，更不敢进山打猎。除了这里，我现在无处可去，我只想找到一些吃的。何的天才想象最终出现在他饥寒交迫的梦境里。那个因为他的房子而死去的孩子带他来到一座巨大的建筑面前。我敢保证我看到了自己想象中的一切，木头与木头之间严密地衔接着，纹丝不动。粗大而坚实的木桩被深深地砸入地面，将巨大的房屋支撑起来。使用这么多的树木，一定会耗费很多的人力。看来这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这是整个部落的杰作。在河的梦境里，一定还有部落里那些他曾经熟悉的面孔。其实河最希望自己的梦想得到族人们的共同见证。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和梦境里所出现的一切的确真实地存在过。根据河姆渡发现的建筑遗迹，可以推算出当时房屋的长度超过20米，进深达到7米，而且房子周围有长长的回廊。这种建筑被后代称为甘蓝式建筑，直到今天在中国南方的很多偏远地区还能找到他的影子。好奇怪，我身边的人们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随后房子也不见了。刚才的感觉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梦？不管怎样，现在天快亮了，我必须离开。在河生活的时代里，被部族抛弃的人很难独立生存，他们或者沦为其他部落的俘虏，或者在远离人群的地方遭遇凶猛的动物。
失去了部落的信任和必须独自狩猎。因为他需要食物以及那些能够制成工具的骨头和牙齿，我的直觉告诉自己，死亡即将来临，但我还是奋力地张大眼睛。最后我看到的是一个孩子的脸，这难道又是一个梦？和最后看到的一切并不是梦，那个孩子是我们为他的死找到的一个见证人。他叫童，住在距离河的部落7公里以外的地方。那天黄昏，童看到一些人将那个被野兽重创的人抬走了。时光飞逝，童成为了一个勇敢的猎人。这片大湖是我们氏族的领地，蜿蜒的水路连接着其他几个相邻的部落。我最大的希望是有朝一日能够熟练地将我的独木舟划到更远的地方去。驾驭交通工具的本领使年轻的童具有了吸引异性的更大资本。此刻我们无需讨论史前时代会不会有爱情的存在，仅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各种精美饰品中，我们就不难感受到那曾经洋溢在7000多年以前的浪漫情怀。每次短暂的约会之后，童都必须赶回自己的部落。一颗他珍藏多年的兽牙成为了见证古老爱情的不朽信物。故事回到和当年生活的那个部落，匠人谷变得更加衰老，此时他已经很少没日没夜的劳作，而是更喜欢在器物上雕琢精美的图腾。最终，谷经过反复试验，找到了一种看似需要破坏木材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发现，
将巨大的木梁顶端牢牢地镶嵌在一起，而不是仅仅靠藤条的捆绑固定，房子的主体结构自然会更加稳定，不必再担心藤条遇水或者暴晒之后出现问题。数千年后，人们在河姆渡遗址当中看到了古的杰作，许许多多的木构建筑上面留下了大量打磨切削的痕迹。人们惊讶地发现，先民们早已熟练地运用斧子、凿子、楔子之类的工具制作榫卯部件，只不过这些工具几乎都是石头的。其实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一个7000多年以前的匠人究竟会继承并留下多少创造与发明，但他的人生一定是在众人崇敬的目光中自豪地结束。这种崇敬的目光穿越历史，一直传递到我们的眼中。古死后，凡与他的情人同，仍然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尽管两个部落相隔不远。让他们相互思念，很可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但谁又能完全否定，在某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母系氏族里，原始的爱情正在悄然萌发。我的生活就是追逐猎物，守卫家园。我们想尽办法将巨大的动物赶入深浅莫测的沼泽当中，然后静静地等待它们死去。公元2003年，人们在距离河姆渡遗址7公里的田螺山发现了铜的部落，他们有着与河姆渡十分相似的遗迹，甚至有更加巨大并经过精细加工的房屋基础。田螺山遗址的丰富程度令人震惊，我们从大量巨大的古代动物化石背后看到了这个与河姆渡同时存在过的部族的巨大力量。这里的一切再次让今天的人们浮想联翩。凡最终成为整个氏族的首领，而他的母系氏族将在若干年后逐渐瓦解，演变成以父系血统为核心的氏族，并很有可能追随着人类社会逐步演进的大趋势延续至今。
还有那些把他抬走的人，他们带来了一个美丽的小女孩。长大以后，我把那颗兽牙送给了他。同离去的方向，也是整个河姆渡与田螺山氏族的一个未解之谜。因为在考古现场，一切线索从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戛然而止。而今环太平洋地区的考古发现不断提供着令人关注的线索，他们似乎正在各个方向上拷问着这群史前人类的去向。
也不明白，这里究竟属不属于我。这就是河姆渡的故事。今天的人类已经准备把自己送上火星，却永远无法回到那个美丽的时代。2009年，一座古代遗存挡在了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前面，专家们立刻开始了抢救性挖掘。本以为发掘工作结束后，人们能按原计划修路，然而当这座惊人的地下遗存完全裸露在人们的眼前时，公路的修建却被迫改道。请继续收看《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夏家店文化遗址》。